式各样的名牌包包、鞋子，还有外套、衣服，全都打折便宜卖。民众就爱来 Outlet 寻包捡便宜。嗯，我感觉他态度还不错，鞋子穿起来蛮好穿。便宜我不知道，因为有都我媳妇在付钱。款式都应该都很多样，还蛮不错的了，都有伴娃可以挑这样。现在有什么运动品牌？AI 服务机器人有问必答，户外停车场新增电动车充电站，甚至还有健康诊所，瞄准壮世代消费主力客群。消费的年龄层确实是比较高的，但是他们的提代率很高，就是你可能不见得是看到很多的人，但是他不会拥挤，可是呢，他等于喜欢买或想要买，他就是一次就买。李克观察，50到69岁的熟龄族创造60%以上的营收，对手华泰名品城2023年冲出122亿元的业绩，成为 Outlet 冠军。至于林口三井，去年营业额79亿元，高于台中及台南店表现。畅货中心能够买到用最便宜的价格去买到这个名牌的一些商品，它开得越大，有越多的知名的品牌，跟有更 CP 值高的这个商品的话，它事实上的吸引力就会增加。小而老的这些品牌的话，它的做法就是要做深度。今年19岁的李克门市位在北市都会区，三井 Lala Port 南港店将在今年底登场 ，SKM Park 2022年进驻高雄。华泰名品城嘉义店2028年开幕，全台 Outlet 市场逐渐走向饱和，竞争势必更加激烈。三立新闻陈世雄、伊丽婷综合报道。